欢迎来到 Vop Channel， 我是狗狗，好久不见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一课是 Source Audio 的 Spectrum。Spectrum 是一颗吉他跟 Bass 都可以使用的效果器。Source Audio 因为希望它是可以直觉而且很快的被人享受的，所以呢，在控制的版面上并没有太多复杂的旋钮，只要搭配后面的 ALT 键，就可以用前面四颗旋钮控制八组参数，用中间的三段摇头 switch 切换六种 preset。 不过以上都不是让我最惊艳的，确实它很好调整，也很容易调出好听的声音，但是让我最惊艳的是连接上他们的官方 editor 之后。他们的官方 editor 分两种，一种是电脑版，一种是手机版，只要使用它后面的连接孔，那你就可以在这两个版本中去做切换，然后去做设定。老实说，一开始我在跟 Kevin 分 Source Audio 的效果器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分谁要拍哪一支，我会选这一颗，原因是因为我心里对 filter 就是有一种就 filter 嘛，能怎么样，你能怎么样的那种心态。但是我一打开他们的 editor 以后，我心里是哇， Source Audio 你这小坏坏啊，在里面藏这么多东西啊。透过它的编辑程式，你可以把这颗 Spectrum 变成这个样子。又或者是这个样子，再不然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你也可以全部加起来。大家有发现了吗？虽然这一颗 Spectrum 官方是叫它 Filter， 也就是它是 Filter 效果器，但是你可以独立的使用它里面的 Fuzz， 也可以独立的使用它里面的 Octave 跟 Filter， 然后你想要把它混在一起使用，当然也没有问题。所以说这一颗效果器的功能真的非常非常多，而且也很容易的可以调出好听的音色。如果大家对这颗 Source Audio 的 Spectrum 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问问看台湾的代理商海国乐器，看家里附近有没有哪一间乐器行提供试玩或者有在贩售的。不过我强烈推荐在去之前先把它的编辑程式下载好，不管是手机版也好或者是电脑版也好，到现场了以后你可以直接跟效果器做连接，然后用它的程式
详细的调出你想要的声音，或者去找找看这个效果器有没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